哟，现在人在 KL， 然后我这次来 KL 是要找一个，在上网认识，在 Facebook 认识很久的朋友，然后他最近就从美国回来。哇！等等，等下。哟，五年了，好久不见，好像是没有见过，没有见过。呀，怎样？重新啊，是，找车位。准备好吗？OK， 哟，这个就是我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呀，朋友呀呀呀，他在美国差不多五年 ，then 我们在 Facebook 认识了超久，有六年呀，对吧？他在美国其实就有学了一些花式切牌，就一直是这样的，对，哇，来独身这样子 ，then。就很像很厉害这样啦，然后他今天就特别从美国送来我一副牌，带一副牌回来送我，所以呢，他今天就教了我三招，所以现在就看他怎么样，看一下那个程度是如何。听讲哦，你的这些牌哦，可以买一辆车啊，是吧？在美国可以买一辆车啊，旧一点的车啊，真的吗？可以，可以买一辆车啊，可以。看来这些牌哦，卖掉的话呢，可以买一辆车哎，可以买一辆车哎，但你还拿这些牌是不？这些啊，看到了，明天就没有了，我就带回家了，我就卖掉它了。出去锁你三个月，你搬到我家睡。我就卖掉好了。第一招，第一个就是，第一招是这样子。OK， 来，就切牌。OK， 可以吗？要来啊！看啊！绝度网购。哦，那个剪掉，剪掉。Nope， 一次就等下，等一下，要很久的你，拍的问题是拍啊，是拍的问题。你换衣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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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，OK，
的妆都没有剪，真的丢。我是可以啊，我讲我练过啊，练过就是不一样啊。OK， 还好吧，算你过。算不错，算不过，算不错啊。OK， 最后一个，这是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，你最简单的拉拍，很简单吧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！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！来，我们再决一次，决赛 ，OK， 来，一二，哎，不错嘞，不错嘞，啊，不出赛，不错，这样我过关了，过关了，可以了，过关了，真的吗？错了，可以了，我觉得 OK 了，你。我觉得蛮厉害，我就已经把你这几年在美国学的，这已经学完了，一直对，怎么？就睡觉，累了，睡觉，累了。OK， 哎呦，来，要走了，下次见面就是五年后吧，你走五年了，五年后吧，可能去我去美国找你了。你可以找我，我一过来找你喽，然后我就在路边睡，路边睡，对，去帐篷，去起帐篷，然后你可以来我这边睡了 ，OK， 这边有意思 ，Steady， 走，下次见啊 ，OK， 拜，我来送给你的，拜拜，走了啦，耶，拜拜 ，OK， 拜拜。来，那是你来，差不多了，来了，好像到了。